上个月你打麻将看我输了吗？打扑克不玩玩，就连比大小你都输，连本带利总共50万，你要是还不了，那就让你老婆来还。秋爷，秋爷，大哥，大哥，到底有没有钱？啊！我就是啊！我的有钱，有钱，我有钱，有钱，有钱。你配是咱们的传家宝，你连这条男去赌吗？放手！我只要把这个玉佩卖了，我就有钱了，我就可以把咱们家那个大房子，还有那50万，全都给要回来。我一定能赢回来。这玉啊，款式不错，但玉质太差。50，我输了。50？不可能，刀哥，这是我爸留给我的传家宝，这不可能就值50。刀哥，你老子他妈说50，他就值50。刀哥，这玉上有块裂纹，你到时候注意点。裂纹？什么裂纹？就在这儿。哎。好，停！阿冲，没事吧，老大？你打出人命了！昨天爸爸又打我了。暖暖，妈妈带你去个地方。我再也不赌了。今天是4月18号，也就是说那是未来发生的事儿。这块玉佩竟然能让我预知未来。近日一则消息引领股份圈，赵家大少爷赵晨以20万购入黑狗雕像，双眼竟是由市价200万的帝王绿组织，金狗雕像价值预估2000万。价值连城的帝王绿，只要我能抢在那个人之前买下那尊黑狗雕像，我就发财了。老钱啊，那东西就一块废纸，你还整天上它干嘛呢？阿老，干我们这行的，保不准就会碰见几个冤种，说不定哪天就卖出去。老板，这个雕像多少钱？我买了。2000。钱老板。你这心就有点黑了吧？这东西要价2000，哼，2000块钱太少，你们根本就不懂它的价值。小伙子，刚才我都说了，我也就给你凑合点，这玩意儿就是块废。小伙子，看你这穿着打扮也不像个有钱人，我给你一个建议哦，拿着这2000块钱给家里买点排骨，比买这废纸强多了。老先生，这事儿你不懂。我不懂。有些人不思进取，就想靠着捡漏发家致富。劝也没用，这东西你到底卖不卖？卖，肯定卖。行，2000块。小伙子，古玩这一行的水可深着呢，别以为自个儿真捡着漏了。其实呀，有些人把你当傻子。赵少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儿有一尊黑狗雕像，啊，20万，我买了。赵少，您没开玩笑吧？20万买那个废品？我买什么东西还用找你过问啊？怎么你不愿意卖给我？我哪敢啊，只不过那东西卖什么？卖出去了。卖给谁了？这小子，小子，你手上那物件20万我买了。我小赵，我跟你家老爷子可是老相识了，看在他的面子上呢，我给你提个醒，这东西我看过了，别说是20万，就连500块他都不值。张老，我感谢您的好意，但他手里东西我要定了，20万，你卖不卖？小子，
赶紧把东西给赵少。20万买你手里那废铁，你算是捡大漏。20万，我才不卖。我劝你别不识好歹呀。哎，小伙子，你就把手里的东西转给小周算了，他就不是果，就一废铁。废铁？是吗？睁大你们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这用帝王绿做眼珠子，能是一块废铁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那东西我亲眼看过的，不可能啊！这，哎，这真是帝王绿！帝王绿？怎么可能？这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的？就不用管了吧。我这儿，这帝王绿我买了，200万。小满，可以啊，但是不能是200万，2000万。2000万，小子，你是不是有病啊你？你是不是把我赵成当冤大头啊你啊？这帝王绿撑死值200万，要是值2000万，你把我眼珠抠下来当球踢吧你！小兄弟，做人可别太心黑了，想一口气吃个胖子呢，别把自个撑死。那我只能给你们看一看这尊雕像真正的价值了。我家里以前是卖猪肉的，我这个人啊，这斤两特别多，这尊雕像的重量绝对不是轻。而是黄金，这不是黄金，这怎么可能？天哪，我天天擦的居然是金子，黄金的身子，帝王绿的眼珠子，这不就是明朝的哪个皇帝最喜欢的东西吗？这么说的话，它居然是明朝的古董了。哎，小伙子，这东西2000万，我要了。行啊，拿钱。好，来，把这2000万收好了，密码是666。哎，赵大少，幸亏我这个人不爱踢球，要不然你可就得失明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欠债还钱，天经你男人旁边，要不你还喽？你打我妈妈！滚开，小东西！快看，快看！快点！谁才好肉疼！我都玩死你！给我住手！放下！老公，小子，你欠我那50万，2个多月，现在连本带利500万。今天你要是不还钱，我把你身上名下卸了卖，然后拉你老婆去站店。你别动我老婆，那500万我还。你放什么屁呢？你哪来500万？今天你要是敢骗我，我连这小崽子一起灭！这包里，这包里刚好500万，你拿着说说。钱你们都拿走，咱们2000万。算你小子有种，死着！你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？你放心，我没有去赌场，那些钱都是我捡漏赚来的。我以后再慢慢解释给你。捡漏？真的？对。老婆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就好好的过日子。我们买大房子，赚大钱，我秦明旭一定会让你们过上最好的生活。知道我等这些等了多久吗？我一定会让你过上最好的生活。插播一条新闻快讯：云海拍卖场惊现天价捡漏，一件普通袈裟竟是价值7000万，曾是古代帝王用过的婆罗尼金杯，云海市首富成交，车祸身亡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婆，明天我们去一趟云海拍卖会。哎，怎么现在是个人就敢来拍卖会啊？你小子，别以为上次呀捡了个漏就真当回事儿啊，不过是走狗屎运吧。我来参加拍卖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赵少，你还是先担心担心自己的眼珠子吧。啊，真把自己当剑法大师了，人穷眼的劲儿还低啊，也敢来拍卖会。你没看见大家现在谁身边没个鉴宝大师？我是不是鉴宝大师待会就知道。赵少，没必要打你这样的人。他呀，
只会拉低我们的档次。说的对，不配。此件拍品与成化年间横彩贡玩极为相似，起拍价40万。到手，成化年间的玩意儿是真的，没得跑。只要价格超过150万，够我赚。60万，杜叔叔，70万，20万。我想请各位出价的人仔细想一想，在我云海得罪我赵家，是不下手。50万，找死是不是？100万，拍卖会。哪里有不让人举牌的道理呢？这位小友啊，谨言慎行，在云海这个地界得罪了赵家，这钱呐、恐怕是有命挣没命花呀。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放心吧，我根本就没打算要。110万。你要跟我玩是不是？我陪你玩，我看你有没有这么多钱。130万。小子，出价呀。130万一次，130万两次，130万成交。恭喜这位先生拍得此品。在云海敢跟我赵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恭喜恭喜啊！恭喜赵少花了130万买了流水线生产的染料总盆。什么意思？赶紧看看，这应该是真的。听见了吗？别在那装神弄鬼的。大师说了，这是真的。是不是真的？你用砂纸打磨一下不就知道了？真的不会掉色，假的才掉。就知道这玩意儿是假的，故意出价来坑我是不是？这话不能这么说，这价是赵少您自己说的呀。说，吃死弄死。接下来，你先拍品这件茶箱，虽然不知道实物，但是作为精细，起拍价。85万，90万，100万。哎，这位小友，这个东西不知出处，最多算是一个收藏品，它值不了多少钱。林旭，花这个钱不值。120万。别让这小子再坑了。你还想坑我？120万，买这么个破玩意儿。给我擦脚我都嫌脏啊。恭喜这位先生拍得了此拍品。有些人啊，总以为自己是什么，自己是独具慧眼，没想到自己就是个冤大头吧。120万买这么个裹脚布回去，说出去不怕被人笑掉大牙。你竟敢把乾隆皇帝下葬时用的往生被说成是裹脚布。他妈的放屁！乾隆皇帝，看吃多了撑坏了你的狗脑袋吧！能让我看看吗？当然，真的，这真的是陀罗尼经背，让我看看。这竟然真的是乾隆皇帝下葬用的经背，价值最少5000万呐、怎么可能？5000万，那等于说刚用了120万，翻了50倍不止。小友，蒙古疆的金币6000万卖给了陈启奥，朕感激不尽。行，车祸身亡的云海首富，多谢小友。陈老先生，若是进一过往，今天晚上务必坐公交车回去，会有血光之灾。陈老，这小子他咒你啊！无妨，这小友如此有眼光。那老夫就信他一次。哦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请他老师好。好嘞，多谢小友。明旭，给我等着！社青街十字路口发生连环车祸，目前已经造成了10死13伤。顺心街。那不是那天拍卖会回家的必经之路吗？神人呐、真是神人呐、快帮我找到名片上的这个人。是。林旭，这里应该很贵吧？哎呀，你老公现在赚钱了，今天呀，敞开肚皮吃啊。先生，请出示 VIP 卡。 VIP 卡？我们是过来吃饭的，这里没有 VIP 卡，不让进。哦，那我办一张吧。你是哪家的人？什么内家的人？这都不懂？
我们这里只有四大家族人。吵吵吵吵什么吵？怎么回事、啊？经理，不是我，是这人。这人连四大家族的对比都不是。哎呀，王姐，就你这样也得进云海饭店？你个撒泡尿瞧瞧自己什么德行？你配进吗？出去。林旭，要不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。吵什么吵？还不快滚！我看该滚了是你吧，陈老。陈老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快请进。连我陈晓的救命恩人你都敢拦，看你是不想干了。救命恩人。大人，求你原谅我，是我不言无说。哎，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，别开除我。请求大人饶我一命。怎么办？是。秦先生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，这顿饭我请了，请进。啊、哦。陈潇，云海首富。林旭，你怎么会认识陈首富？吃饭，走。坐。这是市中心青运小区一套别墅的。还望恩人不嫌弃。哎，我想知道您是怎么推断出我当天要出车祸的？预感，预感。恩人真是不惧慧眼呐、啊，真是商业奇才。我有一个不请之请。陈老，请讲。这位呢，是我的孙女陈梦，我想她跟着您呐学习一段时间。陈潇毕竟是云海首富，搭上了这条线。以后很多事情也就方便了。可以，哈哈，那好。爷爷，就这种一身低汤货的人能是什么奇才啊？才不要呢！你给我闭嘴！怎么，你现在还觉得自己没错？要不是因为那档子事，成交的厂子啊，我能吃几千万？成交的厂子是因为厂子扛着食品厂排的污水才死的人，他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。成交工业区因政府规划，地价上涨十倍，多只股票逆势涨停。陈老，不是你的提醒，成交的厂子你先别卖，马上就能大赚一笔。爷爷，你看他根本什么都不懂。秦先生，成交工业区因为那家食品厂死了人的原因，现在几乎成了一片废地，所有人巴不得赶紧跑。哎，陈老，你要是真的相信我，那就先别卖，我保证你一定能大赚一笔。好。既然秦先生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暂且听你一次。爷爷，那块地再不顺手就完了。你给我闭嘴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秦先生，来，请。哎，林旭，你买那食品厂做什么？听说那地方常年往外排污水，而且还死过人，根本就不值钱。过段时间就明白了。哎，喝水，你来。秦先生，要确定买一块地吗？一个亿呢？那可是一个亿，你别。首长，确定要买？那行，那就让人打理合同，咱们明天签约。好，那就辛苦你了。秦旭那小子不知道发什么疯了，用一个亿买下了成交食品厂那块地。买地？那小子得了失心疯了，全云海都知道那是一块废地。走，我们也去。啊？去哪儿啊？买地啊！说起那是一块废地啊。那小子前几次让我吃了几个大瘪，他脑子是很聪明的，那块地绝对有什么好宝贝。少爷是想捷足先登？废话，咱去开车。哎，得嘞。好久不见呀、啊，雪，你来是做什么？我来干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我就来干什么。哎，咱们的转让合同签好了。赵长。你要那块地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，但是我就是不想让你拿到嘛。厂长，我之前没跟你谈好的，这不是合同还没签吗？那赵少出的价格能高一些，是个商人。他出多少？我多出2000万。是钱的问题，那是什么问题啊？赵少是赵家的，我得罪了赵少，我以后在云南混不下去。老赵，现在。有作业给我滚出去！你要是想要这块地，也不是不可以，还是老规矩，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，再叫我三声爷爷。这地我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好啊，那这块地你就别想拿到手。要实在还想要的话，把你的女人给我玩玩。反正就是块破地嘛，老子也不缺。我告诉你，这事你小心别想。那你就记住了，嫂子。以后你在云海看见我赵成，做人。这么大，到了，还
还以为整个云海都是你造成的。陈老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就要骑在我救命恩人的头上撒尿了。救命恩人？这小子怎么可能是您的救命恩人呀？我需要向你解释吗？难道以后我做任何事情之前，都要向你请示一下？当然不用，我赵成是个明事理的人。明事理？不过说这巧合吗？就是你赵成明事理的地方吗？巧合的，秦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跟厂长本来谈好的事情，让赵成用 VB6 的方式从厂长手里抢到了土地条合同。是你要抢秦先生的东西吗？赵成，做生意可要讲规矩。哎，厂长，这做生意嘛，你情我愿的事情怎么能叫抢呢？是不是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爸赵明正跟陈家谈合作。你说你爸要是知道因为你而让合作谈崩了，那你会是什么下场？不就是破地我打不上。好，那不还不赶紧去办？我马上去办，马上去办。秦先生，您看这样还满意吗？多谢。不过我提醒你，这块地即使买下来也没有任何商业价值。这个地方呢属于郊区，远离市中心，据说这个食品厂还死过人，没有人会在这里买东西。多谢陈老提醒，不过这块地啊我要定了。我看有些人呢不过就是暴发户的心理，赚了点小钱非要花出去。我今天就把话撂了，你要是能在这个破地上搞出来什么名堂，我揍了你。去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这食品厂效益也不好，都快倒闭了。我也不打算靠这个食品厂赚钱，我转手就会把这块地卖出去。卖出去1亿5000万在城郊买了这么一块破地，你出去打听打听谁会买啊，都跟你一样少。我也是靠房地产起家的，秦先生，这块地属于城郊，四面环山，交通困难，连发展旅游都很困难呐。秦先生，你可得考虑好啊。我已经想清楚了。小子，陈老可是云海市首屈一指的企业家，论商业眼光，我相信云海市也是数一数二，连他都不看好的地，你小子能在上面搞出什么东西？全部在这里边，谢谢。可惜，有些人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。那跟我装什么大冤啊？花这么多钱买了这么块破地，还是我看不如拿回家给你自己当墓地呀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瞪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清楚。这是什么？云海市土地，城郊食品厂被划为重点发展区，这不可能！真的，居然是真的！现在这块地啊，10亿都不止啊！我那块地也跟着涨疯了。想当初，秦先生让我别卖地，我还不理解。现在看来，是老朽树木冲光了。我的钱！你瞅你这个赚了9亿，这才哪到哪呀、啊？以后啊，咱俩赚更多的钱。小子，我有正事要办。这个钱放给你。哎，站那！你骂了人动了手就想走是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好，什么意思？给我，给他道歉。你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老子是谁？老子是李家大少爷，你也让我赔给你一钱。算了，毕竟不是李家的。我不管你是谁，现在赶紧给我道歉。要脸是吧？你这个底层的垃圾畜生！呸！就是我问你怎么了？走哪儿？给我弄死他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什么？小白脸二就算了，尤其是这种不知死活的小白脸。你少骗我！是这小子怎么回事？老夫请的贵客你也敢打？贵客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妈，我说的话不好使了吗？陈老说什么就是。我走。班长，你家没教你规矩吗？陈老，咱们陈家两家百年世交，何必为了这小子？话我不想说第二遍，
对不起，小子，等我找到那个秦先生，我来收拾。哼，不用找了。陈老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找的那位三天狂揽十亿的秦先生，就是眼前这位。他，这小子，怎么可能呢？秦先生，我们走吧。看来爷爷让我跟你学，你果然有两把刷子。这样吧，要不然你来我们公司上班得了，我给你开千万年薪。我呢，还是想自己干，进你们公司还是算了吧。嗯，这样，只要你来，我就让我哥把即将上市的星星饼干的项目交给你，让你不费力气就能大赚一笔。陈氏集团产品星星饼干检测各项指标严重超标，目前已导致多人死亡，并且陈氏集团已被停产。星星饼干，你们家即将上市的产品？对呀、啊，怎么了？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就赶紧让这个产品停止生产，否则后果非常严重。你说什么呢？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就赶紧回去告诉陈老爷子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好，我马上去跟爷爷说。爷爷，咱家是不是有一款叫星星饼干的产品快上市了？哎呦，你终于知道关心家里的事了。星星是我负责的项目，我是负责人，怎么了？哥，刚才秦明就让我回来，说马上停止生产这款产品，不然会出大事的。秦明旭是我们陈家的项目，轮到了他插嘴了。你确定是秦小友说的？田爷，您怎么能信一个外人的话？这产品明天就要上市，马上停止上市，派人去厂里检查。不是，爷爷，你不会真的要了？你给我闭嘴！赶紧走。秦明旭是到这儿。温暖，哎，你猜猜爸爸给你带了什么好？给你买的新玩具，你就别逗孩子了。玩去吧。你最近变化是越来越大了，还不都是因为你的暖暖呀？你就好像变了一个人。那我就不能变得好一点？那就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都像这样红红火火，越来越好。肯定的。我出去看一下。我哪里得罪你了吗？就是你在我妹妹那边放一个臭屁，才让我向我哥叫苦。明天就要上市，放屁我亏多少钱？你就是程梦的哥哥是吧？叫停你的项目是为了救你，不就是亏点钱吗？哎，等你的项目上网是害死了人，整个陈家跟你一起玩的，你还开心吗？别在这儿跟我扯，项目都是我。陈天和陈家大少爷害陈家事，陈天和，亏你还是陈家大少爷，你怎么就这么拎不清了？为什么？好，跟我回陈家解释清楚。不错，宝贝，我要给你最后一次，是你自己过去的，是我把你的腿打断了。陈天和，你要打断谁的腿呀、啊？爷爷，就这小子造谣我们的产品会害死人。你好好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奖？钙磷笔？怎么会出现这种东西？不可能，这整个项目都是我在盯的，不可能会出现这种事情啊！哥，要不是秦明旭告诉我这产品有问题，等明天上了市，吃死了人，我们陈家的……你呀、啊、你，这次要不是秦小友，我们陈家要被你给恨死了！啊，秦小友，都是老夫家教不严，我要这个逆子赶尽一击。海王，海王啊，没事没事，小妹妹，这是老夫一点心意，请您收下。来，
举手之劳而已，没有。哎，对于你来说是举手之劳，为我们陈家那是救命之恩，请您一定要收下。我多谢陈二好意。对了，金小友，明天还有一场跟李家的演出，还希望金小友能跟着我一起去参谋参谋。当然。那好，金小友，明天陈大饭店见。哎，赵家破产了。赵家破产了？为什么？这就得问你了。自从那天赵成参加了聚会以后啊，那赵家合作商啊就跟疯了一样，全都跑了。这赵家不破产还等什么呀？赵成自作孽，那也是他活该啊。这赵家是破产，但是这赵氏名下在城东的那些地啊，有很多都是在正在开发的房地产项目，没人接盘。云海市城东地区开通地铁八号线，周边众多小区成为市民首选，小区房价一路暴涨。哎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老陈，你们真是怎么见了？请坐吧。哎，这位穿的像收破烂的人是谁啊？啊，这位啊是秦小友，就是咱们云海市最疯狂的那个三天狂赚十亿的商业奇才。就是他，啊，哎，你们不是见过吗？啊，抱歉抱歉抱歉，之前穿的人模狗样的，这怎么现在穿了这么随便，没认出来？抱歉啊，你，老陈，我给儿子眼神不好，我替他给你们赔不是。算了，说正事吧，这个赵氏破产。但是他名下的那些正在开工的房地产项目可都是香饽饽呀。李老，你看，依我看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，毕竟这些项目身上背负着上百亿的债务。依我看这块地可以买。你口气好大呀，连陈老和我爸都没有拍板的事儿你敢着急，那可是上百亿的债务。老陈，你带来这位小友有点不规矩。秦小友，你有把握吗？陈总放心，成都的那块地肯定会暴涨，现在投资将来一定大赚。李老，不瞒您说呀，这位秦小友的话一向很灵验，如果你相信咱们陈李两家把资金合在一起，联手从政府手里赵氏集团的地皮拿下来，到时候挣的钱咱们一起分，你说怎么样？老陈，我敬你是前辈，所以我来了。你这是拿我当傻子吗？那可是我李家手里全部的流动资金，万一被套牢了，我李家不就完了吗？小子，不要凭着一两次的好运气你就能拉着陈李两家一起死，记住你不是个东西。等等，李总，李总，麻烦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们公司这款 AI 软件云图是能改变世界的产品，现在只需要您一次性投资，它马上就能上市了。你他妈还跟我这儿买什么？还不赶紧滚蛋！我他妈说的不是人话是吗？什么垃圾？近日，一款名为云图的人工智能 APP 风靡全球，多方商业大佬表示此软件极有可能改变世界格局，同时其软件母公司云图科技也一跃成为独角兽企业。我滚，别让我再看见了。等等，你这个 APP 是不是叫做云图啊？对，都投了，现在还差多少钱？真的？我现在还差2亿呢。我投你5亿，但是这个公司90%股份我要了。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啊！你有钱花不出去，你可以给我呀。花5亿投资的人工智障，你只会亏死他。年轻人，我给你个忠告，
有凭据是好事，但是也要搞清楚局势。陈小勇，这五个亿可不是一笔小数，而且目前全球人工智能市场很惨的。要是有啊，谢谢陈老的提醒。不过我已经决定了，五个亿马上到账。太感谢这位秦先生，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！是我应该感谢你才对。那我呢？哎呀，花五亿，你投资个垃圾项目，你还觉得自己赚到了？小子，你这钱就等着烂在这个小子的垃圾项目。老公，你看什么呢？新闻啊。你看新闻做什么？我之前花五个亿投资了一个人工智能项目，这两天应该就能看到效果。什么？你拿五个亿投资了一个人工智能项目？放心，这个项目一定能成。那可是五个亿啊！你是不可名为名实的人工智能 APP 风靡全球，多方商业大佬表示，此软件极有可能改变世界格局。同时，此软件母公司云图科技也一跃成为独角兽。Yes， 百亿。李元，老婆，这下子咱们可发了。二妹，看房呀？啊，看房。程雨晴，怎么是你？老同学，小丽。这个就是你那个赌鬼老公呀，程雨晴。不是我说你，你好歹呀也是我们班的班花。当年呀，有多少人？怎么就选了这么一个赌鬼当老公？明知道现在变好了，不是说这话你可千万别信。赌鬼啊，一辈子都是赌鬼。哎，你问问，你问问他，这买房的钱是从哪来的？不会是借高利贷了吧？我的钱是从哪来的？用不着你管。哟，这脾气还挺大的啊！哎呀，小晴呀、啊，我跟你说，这种男人你趁早赶快跟他离了得了。我们女人呀，这选男人就得像选股票一样，得选潜力股。哎，对了，你听说过最近大火的云图吗？就是那个价值百亿的独角兽企业。我男人呀就在那儿，而且还是个总经理呢。小丽，我们是同学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呀？程雨晴，你当年不是很厉害吗？云海大学的成大校花，当年不知道有多少男人开着豪车排着队在大学门口等你，你都不要。现在看来，你这选男人的眼光也不行。你闭嘴！我老公是这样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行行行，轮不到我说话。毕竟呀，这家丑不可外扬，我懂。你们不是来买房的吗？这里90000一平。买得起吗？买不起，请出去。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顾客的？这有钱人才是我的客户，像你这种，我的看一眼都觉得脏。你好了，别生气。妈，你还想打我呀？赌鬼永远都是赌鬼，活该你一辈子活在底层。程雨晴，你就只配得上这种人。我会尊重你。你还敢吼我？小丽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老公。这个人呀，买不起房就在这大吼大叫，吓死宝宝了。他呀，还想动手打我了。何林，你别胡说。彪子，就你这一脸倒霉样，还敢动我？跪求你，还不赶紧跪下好女人道歉？蒋权是吧？我奉你一句话，人贵有自知之明。自知之明？穷逼就是穷逼啊！小子，你听好了，我可是云图科技的总经理，上市集团的总经理。就你这穷酸样，还配跟我谈自知之明？江玄，跟赵云是真的，去都挺快。方总，这是想给你长长面子吗？方总，给我长长面子，连我们公司最大的股东秦先生你都不认识。方总，他怎么可能是我们公司最大的股东？
他是不是最大的股东，需要向你解释，还不赶紧跪下来秦先生道歉。你这是不想干了。秦先生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不能开除我呀，我丢了这份工作就完了。秦先生，你别把我当成屁话了好不好？我说别让我再看见。好嘞好嘞好嘞。秦先生，您要是不嫌弃的话，以后我呀就是您的人了。您让我做什么呢，我就做什么。我和程小姐呀，会把你伺候的很好的，怎么样？行不行？秦先生，明天云图科技的发布会，我想邀请您过去。没事了，忙你的吧，剩下的我自己来就行。近日，一款名为云图的人工智能 APP 风靡全球，多方商业大佬表示，此软件极有可能改变世界格局。同时，其软件母公司云图科技也一跃成为独角兽企业。这不是那天那小子吗？就那个破项目怎么可能啊？都怪秦明旭那个混蛋，要不他，那个项目可是耽误了。方先生，是什么促成了您有制作云图这一款产品的想法呢？方先生，如今云图 APP 的成功，你有什么感想呢？其实云图这款软件能够成功上市，最大的功劳者应该是我的公司秦明旭。若不是他慧眼识珠，也许就没有我这款产品。秦小友啊，你可真是神机妙算，连这样的项目都让你抽成。哎，爸，你看他那得意洋洋的样子，要不是爸你，他哪会遇见方志云那小子？是他抢了本该属于我们李家的东西。办正事。哎，别着急啊，小子，只要你把还没给那小子签的股权合同给我，我们李家多给你2亿。我求了你个亿，你把我当狗一样的对我，现在就没有。要不是秦先生，哪有钱？合同连门都没有。小子，年少有为，意气风发是好事，但也要懂得看得清局势，要懂得知进退，否则恐怕怎么死？这不是李公子和李家主吗？怎么到这儿来了？秦先生，这二位要多给我2亿，才购买股权协议，我没答应吗？李公子，怎么突然回心转意了？这垃圾项目哪值得了2亿呀、啊？哎，还是说李公子昨天觉得自己话说错了？这不是啪啪打自己脸吗？这秦小子，别不识抬举。我们李家在云海市悄无声息的收拾个人，还是很轻松的。哎呦，李家主，生这么大气干嘛呀？跟你没关系。怎么跟我没关系？秦小友是我的挚友，为难秦小友就是为难我。林兄，你这是有意跟我们作对是吧？是又怎么样？我走。得罪过李家的人，从来都没有好下场。程雨晴，你就听咱妈的话吧，婚离了吧？不可能，我是绝对不可能秦明旭离婚的。你这个程雨晴，这婚离也得离，不离也得离，那小子有什么好的？就是个烂赌鬼。妈，明旭他现在变好，他已经不赌了。变好了，不赌了，你就相信了小子的鬼话？赌鬼永远都是赌鬼。还有我给你介绍的江总经理这么好吗？程小姐，我呢有车有房，虽然不敢说百万年薪，但这七八十万他还是有的。只要你愿意给我生个大胖小子，我保证你以后有好日子过。你做梦！我这辈子是不会跟秦明旭离婚的。不、嗯，你看这，嘿，陈翔，怎么跟咱妈说话？要不是我认识人家江总经理，你哪有这好福气啊？他刚给他道歉。我这辈子只会跟着秦明旭。
林青，你别不知好歹。你要是能跟人家江总经理，小家的彩礼就有了着落，愿意看见他打一辈子光棍吗？妈，我是你女儿，我不是彩礼。快结婚，你是不是要牺牲我的幸福？幸福？你跟着那烂赌鬼有什么幸福？就是，看一下，我们也是为了你好。程小姐，我告诉你，只要你愿意给我生个儿子，以后咱们家你做主。你闭嘴！谁要给你生儿子？我看跟那个混账过日子过糊涂了吧？你清醒清醒！你们住手！你来干什么？明旭，我现在就带你回家。你们对他做了什么？做什么？当然是逼着他跟你这个烂赌鬼离婚，找个好男人嫁。宁旭，啊不，秦宁旭，程雨贤为你受了那么多，你呢，不如就跟他离了，也算补偿他，对吧？小伙子，永远都是我，永远都是。小伙子，这男人最重要的是有钱，像你这种穷鬼。你娶人家，这不糟蹋人吗？小子，人家可是陈氏集团的江总经理江先生，你怎么能跟人家比？钱，我现在有了，我已经定了亲，你们就不用操心了。你有钱？你有哪门子的钱？自从我女儿嫁给了你，哪个月不是到我们家来拿生活费？没有我。你早就饿死了！哎呀，真的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这男人面子是自己挣的，不是靠那张嘴。就比如我在云霞区的房子，这200万实实在在买回来的，不是靠那张嘴骗回来的。哎呦，江总经理，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听见了吗？江总经理可住在云霞区呢，200万一套的房子，你要是嫁过去了，那房子就是你的了，还不赶紧跟这废物离婚？听见了吗，小子，你买得起吗？200万一套，这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钱了。谁说我买不起？我们现在就住在云霞区。这烂赌鬼，你发什么疯啊？就你还住云霞区？你住在云霞区后面的天桥的那个桥洞还差不多。你什么人我们还不知道吗？打老婆打孩子，喝酒赌钱，烂人一个。小子，就你这种穷鬼还住云霞区？那这云霞区那只狗更不认识。钱你们不信，咱们就一起去看看吧。你还嘴硬，你到黄河不死心。好啊，那我们就过去跟他看一看。看看到底是住在云霞区呢，住在狗窝。房子倒不错。钱儿，你去看看那小魏吧。妈，你说秦明旭不会真的发财了吧？是。哎呀，我说小子，还真难为你了。你们随便租个房子就能骗我们呀？就是，这房子要真是你的。把房本拿来，叫我们看看吧。这房子到底是不是我的？自己看。秦明旭，这房子居然真的是你的？明旭，这怎么回事？这里是我的家，不欢迎。出去。好女婿啊，你买了房怎么不说一声？你看这事儿办的。这是我跟秦二的房子，不是你们家的。啊，我女儿是你的老婆，那这房子就是我们家的了吗？我的宝贝女儿，嫁了那种糟老头子，怎么配得上我宝贝女儿呢？哎呀，只有明旭这样的好女婿啊，你们俩。还是天生的一对儿啊！妈，你怎么？晴儿啊，我知道你跟明旭啊关
关系好，你看能不能把这房给天儿做婚房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这是明旭自己挣钱买的房子，怎么能给成天呢？你还是不是成家的人了？帮帮小天怎么了？方玉强，咱是不是一家人？我，你们不用为难全儿，房子我是不会给出去的。我怎么养了你这个白眼狼？房子给我，小丽不会嫁给我的。你们必须把好处。这里可不是你们撒泼的地方。出去，否则我叫保安了。秦明旭，你们做事太过分了。保安。好，好，别怪我。以后我该帮的还是会帮，但是这次不行，因为这是我们俩的心结。你做的没错，成天他要是什么都伸手向家里要的话，那他这辈子就毁了。我支持你，你也是为他好。爸，城东那块地涨疯了。什么？涨疯了？你看。不会的，那块地现在涨了100倍都不止。我现在就找人去。站住！爸，你干什么去？你能有什么办法？现在那小子跟陈家是一伙的，难道你想跟陈家翻脸不成？那你说该怎么办？说，不可能。你不好待着，过段时间，小子身败名裂。你凭什么不给我啊？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儿啊，彩礼的事情一定会有办法的啊！办法啊？还有什么办法？都怪你！哎，你谁啊？我是谁你不用知道啊。什么？想要钱吗？想要？我想要。约程已经到城郊的矿场上来，50万。多少？只需要你把程以晴约到指定地点，我马上打钱给你。看看手机，10万，这是你的定金。你问程以晴是干什么？这个就不用知道了。行，答应。程天，程天你在哪儿？程天，你让我来这儿干什么？程天，别喊了。人不在。李小天，你怎么会？那就得问你男人呗。少爷，想救你女朋友的话，就到矿场找我们呢。晴儿。晴儿。长还挺肥，还敢一个人上？这，你把钱怎么了？我正在叫你去呢，拿起来。你不是很牛逼吗？你不是很壮吗？啊？怎么现在是条狗泥呢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干嘛让我说话？啊？来。我跟爷爷听一下。你他妈的！李小天，你这么大费周章，不就是为了想打我一顿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可得抓紧了，警察马上就到了。把城东那块钱给我，人我还你。好，小弟，我可以给你，你先把他给我放了。好，弄我。不过你得先把合同签，我才能放人。把合同拿来。签。去。进去了。娟儿，别说了，我现在就带你回去。怎么会这样？娟儿，是的，不要哭。为了你，我
什么原因做？是成天约我去那个地方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成天，彩礼必须再加50吧，否则结婚小梦别想。小丽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彩礼只要50万吗？怎么又要加呀？才50万你就想法老娘？你也不知道你什么德行，给个彩礼都抠抠搜搜的，这50万是你借的吧？老娘要是不趁现在多搞一点彩礼，难道要跟你一块过苦日子？哎呀，那小丽，那话不能这样说嘛，就那50万也是小天儿，那辛辛苦苦挣了好几年呢。您也别装了，您儿子什么德行，我能不苦？这50万不是借的，就是偷的。哎，小丽，咱们先把婚结了，行不行？这50万我会慢慢还给你。慢慢给。我看你是想让我跟你一起还债吧？我能看得上你呀、啊？你在心里得偷着乐吧？老娘以前谈的都是些什么男人？大集团的总经理，哪个不是有钱的？我看今天要是没有这50万，结婚门都没有。小丽，算我求你了，你就答应我吧，我只有你了。真够恶心！我怎么能看上你这种窝囊？你以为你这膝盖能救我？哎，小丽，你别走。虽然我现在没钱，但是我有房呀。哎，就在云霞居。云霞居，云海最贵的房地产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我现在带去看。喂，喂，女儿呀，秦明旭在家吗？他有事出去了，怎么了？我和你弟弟来看看你，快把门打开呀、啊！哎，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成天呢？哎，儿子，陪妈聊聊天呗，先别出去了啊！来，这到底是不是你家呀？进门还是哪儿？是我家，是我家。天儿哥。真的是你家吗？是。天儿哥，哎呀，你有这房子呀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省了那么多。哎呦，不就是一套房子吗？没什么。天儿哥，我跟你说，我最爱你了。那我们等会儿去领证吧。好啊。哎，行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里是我家，我当然在这儿。你来干什么？这是我女儿，小天的妹妹。这是小天的老婆何丽。不用介绍了，我们认识。从现在开始，这是我家，你给我出去。让我出去？凭什么？这是我家。回来，你弟弟你就忍一忍啊。妈，你为了成天能结婚，你居然不行。你不是找了一个有钱的老公吗？怎么还赖在别人家里不走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这有钱的老公呀，看你这个人见人不爽，一脚把你踹出去。何丽，你被骗了，这里根本就不是成天的家。程雨晴，你说什么啊？我看你是我妹才让你住在这里的，没想到这样。你，程雨晴。你别胡闹，今天是你弟弟大喜的日子，你懂点事儿好不好啊？程雨晴，你真的是不要脸！啊！老太公，给我出去！你又做饭吗？出去！你在干什么？荣誉回来了，秦明旭，你不是……我怎么了？你再厉害又能怎么样？这儿是我家，你给我出去！这是你家，这是我家，我看清楚，我是谁？公主，秦明旭，怎么会？程阳，你居然骗我！你先离去，听我说。你这个骗子！
小丽啊，这件事确实是我们做的，但是你跟小天毕竟三年了，三年的感情我都看在眼里。三年的感情，但是你当了三年的备胎吧？对，你的确实挺配的，毕竟嫖资配狗，天长地久。对，你给我闭嘴！小天，你俩当了三年的备胎，真是个不自知的玩意儿。什么三年的备胎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未婚妻了，小丽，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备胎？我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。不知道是吧？那我帮你解释解释。你说你跟他有三年的感情对吧？可是就在前几天，我还看到你这位未婚妻和别的男人叫老公呢。你别胡说啊！我可没做过那种事情。好啊。要不要我把这个人叫过来？不行不行，你欲望，还给我！做梦！我三年跟你在一起是施舍你，那五十万是你该给我的。臭婊子！你居然敢打我！你个臭舔狗！我告诉你，我就是给有钱人当狗，也看不上你。站住！这是你干的，替他道歉。对不起，滚！别让我再看见。真的，那五十万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那是我自己的钱，还不肯说是吧？要是让我查清楚，一辈子别想脱离。明轩，求你饶了我，是我财迷心窍，都是我的错。哎，小天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是有人告诉我，让我把我妹约到矿场上去，就给我五十万。继续联系他们，有任何情况跟我说。啊，谢谢明姐，谢谢明姐，谢谢明姐。天儿，他们以后要是再敢来，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李小天那个事情。李氏集团因重大商业犯罪被调查，资金被冻结，同时多名股东。全都是。小二，李小天他们猖狂不了多久了。可是你没了那些地和资产，你怎么跟李家斗啊？我手里还有些钱，这些钱足够我东山再起了。小二，放心吧。喂，小子，你欠我们五百万，你要是想见他的话，带五百过来接人。你是谁？你把我爸怎么样了？岛上的酒业，其他的就不用争了。喂，我爸出事了，我得去一趟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联系他在家里，等我回来。柜台说，大哥今天要来你这取，我要取五百万。银行大额取款是需要你提前预约的。那我去哪申请啊？这个你自己想吧。哟，这不是东村的东富豪秦荣俊吗？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谁给我给你打的？哎，别着急啊，是不是筹钱送你办的？是你干的？哎，你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可没干，我只是借了点小钱。有生意，谁知道立刻就花光了，还欠你屁股债。小天，你别跟我着急，当务之急是先要救你爸。你再晚一点，你爸就成奴才了。要不要我帮忙？来，这里。李厂，你这里。我要取五百万。为什么取不了啊？李少说了，能办那就一定能办。李少说办不成，那就办不了喽。小天，哎，你保安。保安，这臭小子，你敢打李少？小子，你也不跟我说。李小天，你都是个畜生！你刚才跟你爸说是？你别走！保安，你为啥？保安给我撒开！哟，秦先生，
这怎么回事？秦先生，怎么回事？啊，我来转交。什么了？秦先生的事，你不想干了是吧？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秦先生。那你还不赶紧去办呀？秦先生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爸被人绑架了，对面问我要500万。啊？这谁干的？我也不认识，但是对方好像自称九爷。九爷啊，这小子好像以前是我爸的马仔，他认识我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交代啊，放了我吧。你小子还挺有钱的，但是舍就是个老东西，才拿500万啊！老九啊，别坏了规矩。小子他妈是你能教的吗？看来是我爸没教好。陈少，你怎么？陈少，钱我不要了。你陈老大行不行？儿子，我就借了点小钱，没想到就弄成了这样子。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！都是林小天指使我做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小天，爸，只要我跟陈梦结了婚，陈丽两家都是一家人。陈家不会不帮我们的啊！我也没想到这次项目会出问题。现在资金不够，老陈，我们今天过来是想把小天和陈小姐的婚事确定下来，这婚事还是往后延一延再说吧。怎么，老陈，你这是不想守约？这可是我们陈林两家的规矩嘛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这些陈年旧俗还是放一放吧。老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孙女儿，她想跟谁结婚，那得看她的意思呀。她喜欢谁，要跟谁结婚，我都尊重她的意愿。我是不会和李小天成为夫妻的。陈梦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这里是陈家，不是你李家。老陈，先别动怒，先看看聘礼。这可是李成一先生的名作，我听说你可是一直求之不得。睡莲，这好花啊！爷爷，这是这画虽然是好画，不过二位还是请签回吧。我孙女的婚事，我尊重她的选择。陈潇，你是有心跟我们李家做，对吧？李老这嗓门还真是老当益壮呢。张大师，这画，这画是假的，临摹者从边缘往中心画，而这一画法跟李成先生的画恰恰相反，而且还用了徐康创，绝不是真迹。老子，你来干什么？这是我们陈林两家的事，有你什么事？秦小友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点事想找陈梦你商量一下。小子，滚开！陈老，先把我和陈梦的婚事定下。陈老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啊，这是他们送来的聘礼，想让我孙女儿嫁给了李家。我不要。哎，刚呢，把画放下，这可是名画，赔得起吗？秦小勇，小子，画什么破？弄死你！好歹你们李家也是名门，
送假话走亲，不太厚道吧？不可能，这画是我爸花了大价钱买的。小子，我承认你在商业方面有天赋，但不代表你在画作方面也有同样的眼光。你说这幅是假画，有什么凭证？秦小友，你怎么能说这幅画是假的呢？你别乱说呀。众所周知，这幅睡莲是李成一先生的原作。李成一先生做这幅画时，是从中心往边缘画的，而这一幅刚好相反。秦小友说的没错，这幅画的确是从边缘往中心画的。胡八道，臣，你千万别听他胡言乱语。我爸说的对，这小子又不是美术出身，凭什么断定这画？秦小友，你能确定这画是假的吗？这幅画是用许康草的颜料画成的。我想李成一这样的大家名师，应该是不用这种东西作画吧？你他妈放狗屁！不可能是假的。是真是假，我们请大师过来鉴定一下，不就知道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我马上把张大师叫来，他可是这方面的泰斗。这画要是真的，我他妈撕烂你的狗嘴！张大师，这画不会是假的吧？这画是假的，临摹者从边缘中心画，而这一画法和李成一先生的画法恰恰相反，而且还使用了徐康草。绝不是真迹，这不可能！张老师，你可看清楚，这幅画是我花重金买来的。你也是被骗了，连聘礼都是假的，我看这婚事就算了吧。哼，你走。这回多亏秦小友了，要不是你。他们李家不会这么干脆的放弃。举手之劳，举手之劳。对了，刚才你说找我有事是吧？什么事啊？哦，我想让您帮我引荐一个人，叫罗大富。罗大富，就是那位产业遍及全国的顶级富商。没错，他最近啊，的确是要来云海市做生意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个说来话长，那我就不多问了。我可以帮你引荐，请坐。罗总啊，这位就是我想向您引荐的秦小友。别看他年轻啊，他可是一位传奇人物啊，在房地产科技方面的投入可是不具慧敌。你听说过人图科技吗？那是当然。那可是改变了世界商业格局的顶尖高科技产品。秦小友正是这款产品背后的云图科技的投资人最大股东。要是没有他呀，啊，还见不到这款产品呢。原来您就是那位业内疯传的投资神人啊！过奖，过奖。秦总，您有所不知。我们山海集团表面上看起来如日中天，产业遍布全国，但是呢，其实我们做的都是比较落后的产品，跟不上时代的步伐，终归被淘汰呀。其实我们集团内部也想进军科技领域，但是苦于没有门路。罗总，这个我可以帮你入股云图。多谢秦总。罗总，请别着急谢，其实我也有件事想麻烦你。秦总，您尽管说，只要我能做到，再行。您可知道李家呀？李氏、李贺，见过几次？秦总，您是跟我一起当过李家？是。李氏毕竟是李氏，
搞他搞他，可不是一件小事啊！哎呀，到时候出现什么问题，李氏不死，对于我们山海集团可不是一件好事啊！资金都转移了。你放心，他很信任我，毕竟你老公可是我十年的好兄弟，对我信任的不得了。等他发现了，山海集团早就破产了。罗大富呀，罗大富，你还真是够蠢。罗总，先别看以后了，再不解决眼下的危机，恐怕山海集团就要不复存在了。这是齐小友啊，山海集团家大业大，怎么会出事呢？罗总，您公司的二把手应该是你特别信任的一个人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不光知道这个，我还知道他现在上了你老婆的床，而且两个人合伙转移公司的资金。怎么可能？就你是个人才，才跟你聊这么多，你现在居然敢编这个故事来侮辱我！罗总啊，你消消气啊！秦小勇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万一罗总要动怒了，我陈家也保不住你啊！罗总，想必你已经很久没有看过公司的财务报表了吧？你要是不相信我，现在就让你的手下去帝都临江酒店402号房看一看，你知道什么事情了。罗总信任的人，不可能做这种事。罗总，你是真是假？您看过之后，我就知道了。好，你要是敢骗我的话，你就死定了。喂，让小陈把公司的财务报表发过来，让他不要跟任何人说。还有，让人去一趟临江酒店462号房，有任何情况必须向我汇报。倒要看看，说的是真是假。嗯。贱人，这个贱人！公司的资金被转移了，来到临时住宅下去，不用三天，公司就会破产啊！这是神人吗？神人，多谢贤总救命之恩。秦小友，果真是神人呐！罗总。现在咱们可以聊一聊大华李家的事情了。这次多亏秦总帮我，要不是秦总，我罗大富这次就完了。这事一定会通知。明天有一场商业交流会，希望你一定要来。公司的资金撑不了多久了，一定得把握住这次机会。我听说罗大富也会来，如果能拉到他的投资，那公司就能盘活了。秦同志，怎么又是你？你是我狗的吗？闻着味儿来了呀！李小天，你就是一只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多久了。小子，我看你手上那点资产能玩到什么时候？等你破产了，要饭的时候用啊。那咱们上仙还可以可怜可怜。李家，离死不远了。小子，痴人说梦。我就明了告诉你，我们李家马上就要跟罗总，罗大富罗总，你知道吗？那企业可是遍布全国的山海集团董事长，你在罗总面前算个什么东西？年轻人，做人不要有张嘴可不成。罗总才不会跟你们这种半死不活的企业合作呢。你这老婆长得真是如虎似玉啊。真心诚恳，不要流氓！真可惜，罗总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们是啊？在下是李氏集团的李克，这是我儿子李天。哦，原来你们就是李氏父子。罗总，您还记得我呀？记得，当然记得。等会儿呢，我还要找你们李氏谈些事情。是吗？多谢罗总。罗总，我这正有一个项目，希望您能投资呢。我还有事儿。哎，罗总，您听我跟你说，让开。你请，你请。秦同学，你还待在这儿干嘛呀？李
小天，我在这儿待着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从今以后，在云海，只要跟这小子合作，就是不把我李家放在眼里。你还不赶紧滚吗？李家大少爷，好大的威风！罗总，是这小子不懂规矩，我教训教训他。李总，你刚才说的那个项目，我们就算了。啊？罗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，您旅客有眼无珠，秦先生是我罗大夫的大恩人，你居然敢连秦先生都不放在眼里。秦先生恩人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就是啊，罗总，你一定是搞错了吧？这小子怎么会是您的恩人？从今往后，只要敢跟李家合作，就是在打我罗大夫的脸。这小子居然是罗大夫的恩人，这李家这下算完了。真是没想到，没想到，这小子怎么会认识罗大夫？一切都完了。李先生，现在还需要我做些什么？不用了，接下来等着李家核实就行了。秦先生，我放出刚才那句话，的确是对李家有一定的限制性，但是这绝对查不到当年过程的状况。罗总，接下来交给我就好了。开门！再不开门，我就砸门了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嫂子别怕，是秦总约我们来的。秦总，您是叫你们来的？哎，对了，所以你们不是来讨债的。嫂子这就说笑了。现在的秦总可不是当初那个烂赌鬼了，住豪宅，开豪车，据说啊，还认识云海市好几位大领导呢，我哪敢找他要债啊？而且，秦总欠我的债，早都还清了。嗯，好了，是吗？不了不了。有。你叫他们来干什么？干点事儿，你先走。我这次用点是有点事要拜托你。哎呦，秦总现在发达了，还有事儿求我？老哥，你也是到处混的人，李家的厂子你应该认识点人吧？认识？你是要动李家？你说对了。这个忙我帮不了。李家在云海市是数一数二的。我要是动了李家，他们不会给我留活路的。帮我借李家的厂子，拍个照，拿点证据。这不是钱的事儿。我看呀，就是钱的事儿。秦总，这个事我实在是干不了，道上的规矩不能坏。干不干得了？秦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就问你，这事儿你到底干不干得了？要为秦总效犬马之劳。我先忙事儿去了。你不是说之前的地已经卖出去了吗？云图科技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现金流了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找人借的。谁借给你这么多钱啊？老婆，你就放心吧。老婆，你这次一定要帮帮妈呀！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慢慢说。天儿听说赌石能赚钱，就
把家里的钱都拿去赌了。妈，他不会把家里所有的钱都输出去了吧？输了，还欠了那个人200万。妈，你怎么这么冲动啊？女儿呀，你这次一定要帮帮妈呀！妈实在没钱了，那群人把钱已经抓走了，说是要是再还钱，就把他的事拿去卖了换钱。要不你看看秦明旭能不能？妈，你也知道，明旭他之前就是为了成天，为了救我，他手上已经没有那么多钱了。你妈也是我妈，不要去了。哎，你就是这儿的老板，想赌时那边自己挑。成天在你手里，杨柳，来买卖。我们这做的可是正经生意，他都厂子欠了钱，这个钱可能不还吧？成天根本就没钱，他怎么可能欠你200万？是没钱，是我借给他的呀。又是你干的？哎，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，是他主动联系我，向我借的钱，我只是顺水推舟而已。是你害的我儿子。别这样，这样救不了他了。我有听说你给陈家借了500万，你现在手上还有钱数着呢。要是没钱没关系，我借给你，只要你把你手上剩下的80%的云图科技给我就行。不必了。妈，你不想救那小子的命吗？我要赌石。小子发什么疯？你想靠赌石赚200万去出的？小子，你想清楚了，我们的行当是很深了，不是你小子能玩得摸得清的。不要赌。你就是这儿的老板，想赌石那边自己挑。成天在你手里。杨柳，来买卖。我们这做的可是正经生意，他都厂子欠了钱，这个钱可能不还吧？成天根本就没钱，他怎么可能欠你200万？是没钱，是我借给他的呀。又是你干的？哎，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啊。是他主动联系我，向我借的钱，我只是顺水推舟而已。是你害的我儿子。别这样，这样救不了他了。我有听说你给陈家借了500万，你现在手上还有钱数着呢。要是没钱没关系，我借给你，只要你把你手上剩下的80%的云图科技给我就行。不必了。妈，你不想救那小子的命吧？我要赌石。小子，你发什么疯啊？你想靠赌石赚200万去出的？小子，你想清楚了，我们的行当是很深了，不是你小子能玩得摸得清的。不要赌。你要赌，恐怕你也买不起。这儿随便一块原石至少10万块，你现在能掏得出来这么多钱吗？你别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看着我，你要没钱，我借你5万。不用，但是你要给我赌一场。赌什么？我们就随便选一块原石，看谁切出来价值高谁。你要赢了，这钱我们就送你。你要是输了，就从本少的。小子，你考虑好了，李少和云海是懂得打球呀，你看石头。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我跟你赌。好小子！哎呀，看来我今天运气不错呀。你来错地方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李少，这可是上等原石，价值60万，我买不起。这样，这块比较便宜，10万一块，自己掏吧。高冰中翡翠，一芒绿，就你了，王老板，就这块，哎，让切。李少，好眼光呀！这块原石可是出自著名的青山石，那金子是好货，需不需要帮你看一下？哟，出力了，他就管你切吗？哎呀！我还以为你选了个什么好东西，就这么个破玩意儿，质地粗糙，块头又小，但凡是个正常人，
带点脑子，也不能选这么个垃圾东西。小子，这块料是边疆的，出不了货的料，不救他。哎，要不再看看呗？我确定了，救他。油盐不进的东西，你就等着从老子的胯下钻过去。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有眼无珠。废物，你还敢？好，那就等老子的玉切出来，咱们看看谁有眼无珠。这本是无药可治的。啊，那我就切了。李少，切玉还要切不？切，当然要切了。小子，听见了吗？我那块原石见绿了，要是你现在说，我还能给你留点机会。不必了，给你机会也是有中用啊。机会还是留给你自己吧。李少，出货了，出货了，冰种翡翠，价值500万。好。你就等着从老子的裤裆底下钻过去啊！你们俩高兴的太早了。方老板，我那块原石切了吗？啊，还没有。那就请您帮忙切一下吧。等着吧。小子，你不是还对你那块垃圾跟鸟药抱有期望吗？就你那块垃圾东西，也想切出比本少冰种翡翠更好的高冰种翡翠玉吗？做梦吧你！你真的能赢吗？相信我。你这张嘴是真硬，老东西，你呢就别指望这小子救你儿子的命了。老子开出的可是500万的冰种翡翠，你的儿子那条贱命就当给老子偷袭。见绿的，见绿的呀！我靠，他那块料子怎么能切出翡翠？小子，那块原石见绿了，看那品相跟水种都不错，我建议不要切了，200万。我买了200万，那可是200万呀、啊！我儿子有救了啊！小子，别犹豫，我给你提个醒儿，那块原石能切出200万翡翠，算你祖坟冒青烟了。如果你还要切的话，如果不见绿，20万就卖不出去了吧？小子，没想到你还有点运气，赶紧拿着这200万去赎个人吧，再回来把头给本少一磕。这事儿就行了，去，继续去，你给我切完。你想，刘总，你想害死我儿子？你不就是磕个头吗？难道比我儿子的命还重要啊？给我放尊重点，要是没有我，儿子早都没命了。你，狗咬狗一出好戏呀、啊！小子，那就看看，等一会儿老子的玉切完了，谁才是那个跳梁小丑。本少切出的可是价值500万冰种翡翠，你拿什么赢我啊？啊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哟，看样子你后面这块料也废了呀！来来，给本少冰冻。不，这块废料出货了，切出了价值3000万的高冰种翡翠，帝王绿。不可能！这块垃圾料子怎么能切出高冰帝王绿翡翠？这绝对不可能！我儿子有救了，有救了！小子，这块玉3000万，我买了。还有我儿子，我儿子可以卖给你，但是还要拿200万出来赎人。这是2800万支票，来人，带过来。3000万，这3000万你得分我一半，要不是我带你来，你根本就拿不到这3000万。想都别想。你。人救回来就好。哎，那话可不能这么说。他赚了3000万，没有我，他得得到吗？妈，你别说了，没有明旭，成天他能活着回来吗？说吧，怎么为什么要害你？因为我有李小天非法经营赌场的证据。证据在哪？哎，是他要对比的，你又不是你。想要证据，2000万。你是不是疯了？没有钱，你想都别想。是我救你，没有我，他都死了。你想清楚，为了证据，2000万我给你。但是只怕要是再出什么事情，可不要找我。妈，
我收的不是钱，是我的命。李小天要是知道我有他的东西，不会放过我。现在李小天还不知道是吗？他只知道我进了他的赌场，还不知道我拍了照片。好，现在让你去报警，这件事就不用管了。老公，看我新买的睡衣，好看吗？穿什么都好看。老婆，我看你最近接孩子太累了，要不然我明天去给你买辆车吧。好啊，老公，暖暖也长这么大了，我看他最近身边没个伴儿，也挺不开心的。那咱们应该多抽点时间陪陪他了。我的意思是，咱们再生一个，他也好有个伴儿。那，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？男孩、女孩都可以。好了，我们消防知道您要来石家工作，就是给您准备好了。这车房子是由我和秦经理的，今天的效益。好，那我先进去看一看。哟，这谁呀？这不秦明旭吗？你一个赌徒，你在赌场里待着，来这干什么？我来车行，肯定是来买车的。你买车？你睁大眼睛看看，这里都是什么车？哪辆车不是上百万级别的豪车？来车帝。银河，明旭他现在不赌了，他已经变好了。汉翔，我当初为了追你，你死活不赌，这心呐就落在了一个为了面子说大话的赌徒身上。你真是。银河，再怎么说咱同学一场。我来这儿买车也是咱们的缘分，你说话没有必要这么难听吧？我说话难听，我还有更难听的，你要不要听着？就你这个能娶上老婆，那是上辈子修来的好东西。我估计啊，就你着急。你老婆你跟别人。林和，你闭嘴！行行行，我闭嘴。你们不是要买车吗？我跟你借。这辆车，比你命。你买得起？好啊，我让你试了。这车是你叫人能试得起，万一弄坏了，拿什么赔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来这儿是来买车的，不是跟你废话。我要见你经理。见我经理？让他看看你这个赌鬼的穷酸样子，真让人恶心。我劝你赶紧出去，要是让其他顾客看到了你这种人都能进入我们车行，砸烂招牌。算怎么回事呢？你们店就是这么对待顾客的呀？顾客，你一个烂赌徒算什么？再不出去，我找找吵什么呢？还揍了个什么呢？陈店长，这里有个烂赌徒，和你们闹事，这本来就是烂赌徒，根本没危险。你要买车？对，我要买车。就你这一身破烂货，能买几辆车？出去！谁说买不起的？哟，没想到你小子的老婆还长得这样，把你老婆送给我儿子。这车房你想要什么车？走，你们老婆远点。打我！秦明旭，疯了吧？再敢攻击我老婆一步试试？保安，保安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！给我住手！罗总，罗总，这小子。买不起车，在这发疯，还动手打人！我现在就让人把这俩人丢出去啊！秦总，王杰怎么在这儿？罗总，什么秦总？秦总，秦总是大恩人，你居然敢说秦总是穷鬼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！恩人，这怎么回事？罗总，这两个人什么人我清楚，他俩不可能。你不会认错人了吧？我罗大富是老。不是老眼昏花，你要是还想在云海碰的话，你就赶紧给秦先生道歉。对不起，秦哥，对不起，陈总，我错了，是秦哥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给秦总道歉？对不起，秦先生，您这是要看车吗？对，我就想来看看车。就在车行都说了，你要是看上哪辆车，我送给你。哎，不用。
我自己买就行，不劳烦你啊。好，那秦先生，你请自便。烂牛鬼送你车模样，还死要面子，还真觉得自己买得起车呀？这辆车不错，就它了，刷卡。他真买了？好嘞，我马上去办。秦哥，你看你是咱组赚的钱花的，能不能带我？什么都能干，只要你。你会干什么呀？我会卖车，但我什么都能干。你人工智能懂吗？这就那还是算了吧。哎，秦哥，你带上我真想跟着你。刚才是我良心爆红了，我忍不住。秦哥，没有能力的人做什么事都做错，你这个样子只会让我觉得你恶心。信不信？我看你赚的钱就是靠那些坑蒙拐骗的手赚的，跟我谈什么？我看就是见不得光。找死！还敢不尊重你？秦哥，你看我行不行？能不能跟你别说？你们俩都不行，心思不正，只知道动歪脑筋，这辈子都成不了事。秦哥，你还有你，以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了。地道人士把这个月工资一领，然后卷铺盖卷滚蛋！喂，秦文俊，你胆子真够大的啊！连我的厂子你也敢派人来查，你还想不想要他的命了？赶紧给我滚过来！你怎么了？你先回去，我有点事要处理一下。哎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手上所有剩下的云铎科技的股份。看你的那些股份，执念还真是很深啊！把嘴给我闭上！自己想弄死你很久了，林小天，我不想再从你嘴里听到任何一句辱骂我的话。金兰，你从来不过就是一个烂赌，真是无辜。你只是运气好，他是不跟我林小天做朋友，这个烂赌。什么？动手啊！啊！开始动手！告诉你，垃圾就是他妈该带的，垃圾桶里。你现在明白了吗？在这个地方，你没有跟我谈条件的资格。云图科技的股份我给你，你把人给我放了。嗯，钱总，快点钱！啊，把人带过来。秦总，大哥，走吧。哎，别急啊，行不行？这么着急走啊？正转了过几天啊，你还要干什么？在赌市场那一次啊，记得吧？我没有看到你跟我磕头，我这心里真的是很不舒服。你想都别想，我能给你磕头？你是不是忘了我刚才跟你说过啥？在这个地方，你没有跟我谈条件，我上。大哥，你疯了！任我是你兄弟。大哥，该死！该死！
你还想让你的另一半跪下来求我？嗯，警察马上就会来了，李小天，你完了！他们来干什么呀？来给你收尸啊？我又没说说啥，就凭什么抓我呀？此事赌场绑架，你比我更清楚。你的脑子，警察办案你是讲证据，他又没有证据，最多只能关我24小时。是火药都出来了，就能见面了。但是到那个时候，我得先要弄死你，还有玩死你的老婆。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女儿啊？我要把你的女儿养大。然后告诉他，秦明旭就是他的仇人。你做过美妙的一件事，你懂吗？你觉得成天去你的赌场是为了什么？成天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放了我，你还有机会。你要是敢动手，这辈子就真的完了。我该怎么办？我就要先送你下去了。李小天，你私下投诉绑架等多起罪名被起诉，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秦轩，秦轩，秦轩，我发誓你不会放过你的。老爷，老爷。少爷被抓了！啊？谁干的？因为秦明旭举报少爷绑架，私设赌场。秦明旭，谁你胡说！马上给我联系云鹤大师。是的，老爷。哎呦，我们大会那边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正等着你呢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马上过去。李氏集团新任董事会选举仪式现在开始。我想诸位心里也都明白，这也就是走个形式，对吧？当然当然，李氏集团李老，您才是公司的主席。是，这新任董事长不是您，还能是谁呢？李老，您放心，你指哪儿，我们就打哪儿。哎，对，我们就打哪儿。好，那就开始吧，各位。你们何必跟着李氏这艘快沉的船一起死呢？小子，你害了我儿子，居然还敢跑到李氏的地盘来撒野！各位，我想大家应该对李老儿子被捕这件事很感兴趣。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马上就要把手中李氏集团的股份卖给我。你是从哪儿跑来的野种？敢在李氏集团说这种大话。李老，这公司的安保问题也太严重了，连这种人都能放你。就是啊，李老，你以后可得注意了。小子，我儿子的事我会找你算账的，现在给我滚出去。李贺的儿子因为私设赌场绑架这些罪名已经被捕了，我想在座的各位都不知道吧。私设赌场，李老的儿子我不是因为酒驾才……你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哥们，你们真的要跟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子在这儿胡诌吗？李老，私设赌场和绑架可都是大罪，这件事如果是真的，对集团的影响可不小。李老，不妨先听他说完，他但凡有一句假话，我保准他出不了这个门。李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，多年来在李氏集团这个大富豪可是吃了不少回扣啊。这种事情大家心知肚明，就凭这点你就想扳倒我，未免太天真了。谁说我就只知道这点？李贺，你非法走私吞并了李氏集团的大股股份，犯罪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有证据吗？小子，说话要讲证据，否则狗嘴炮你也少不了进去一趟。那就请各位好好看看这是什么。
林哥，你居然！我你林哥，这个老东西居然背着我们做这种事！我看你新任董事长的事还得从长计议。你们，我滚出去！哎，林老，着急又有什么用？这些证据我已经移交给警察局，三天了，这肯定是不被调查。董事长，好了，各位，接下来把你们手中的股权转让协议签了就好了。阴雨，你扳倒了李贺，就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？李氏集团就算被调查，我们几个手上的股份也是价值千金，凭什么卖给你？年轻人，这件事是你们参与的，你要是真想买，我还是可以考虑考虑。一股五千万怎么样？谁说我要买你们手中的股份？看清楚，你们手中拿的证据不行，不是买卖。你是当我们几个蠢货吗？脑子不行了，赠给你，真是吗？一个毛都没长齐的东西，敢在这儿说这种话！傻子，无论如何，还是得感谢你帮我们除掉这个老东西。你们说我能拿到李贺的罪证，难道就搞不到你们手上的罪证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说你弟在李氏才干了一年，怎么升职就升得那么快？现在都是市场总监了，升职快的人大有人，这能说明什么？升职快当然没什么呀，但是你弟通过李氏集团的订单从事了大量的投资，这钱都转到你的账户上，银行流水都有，这你怎么解释啊？我签。你在李氏集团做的是仓库管理对吧？一个月工资也就两万，你说你银行账户上那三千多万是哪来的呀？我签。你这个人吧，你说这回事吧，男人吧能理解，但是这事要是让你老婆知道了，哎，你老婆家里面势力也不小吧？这要让他知道了，我也行，我先。我回来了。你干什么去了？去转钱了。你把李氏给收购了？嗯，而且啊，我一会儿约了人，我要去找一趟罗总，还有陈老。这次请您过来，是想请您帮忙解决一个人，谁？秦明旭。啊！你把李氏集团给拿下来了。对，秦小友，李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当然知道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你们知道云鹤大师这个人吗？云鹤大师，就是那个常年隐居在龙虎山的云鹤大师，应该就是铁皮。据我知道。云鹤大师这个人可不简单，武功极其高强。如果李贺真的把这个龙武请来，那可就不好办了。如果说云鹤大师被李贺解冻的话，小爷，来客人了。你想，竟然让我李家来杀你，李老。何必这么着急呢？哼，我原以为你还有点脑子，还算得了人物，所以啊，我就请了云鹤大师过来。现在看来，干这个都没必要。有必要？当然有必要。云鹤大师要是不来，我还怎么亲眼看着你死？哈哈，小子，你怕是得了失心疯了。云鹤大师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秦明旭。李老跟我说了你很多的事儿，还算是个人物，自己动手吧，还算是体面。何大师，我多嘴问一句，作为一个隐居多年的大师，为了一个商人，您觉得值得吗？这与你无关啊，小子，我就让你死得明白点，也算满足一下这遗愿。我之前呢救过云鹤大师唯一在世的儿子，这点恩情用到你身上也算是
抬举你了吧？看来你自己不想体面，那老夫就替你体面。慢着，元和大师，我不是你的救命。你说什么？老林头还嘴硬。元和大师，当年您儿子出了车祸，是李家人救了他，对吧？你太狂言！元和大师，动手！都说完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不光知道这些，我还知道，当年撞您儿子的那辆车，其实就是李家人干的，就是为了让您对他们心存愧疚。闭上你的臭嘴！元和大师，别听他的话。你有什么证据？元和大师，当年撞您儿子的那辆车，是不是一辆车牌号为7498的东西？对。那辆车在云海来说当时也是顶级豪车了。我也怀疑过有人是想害我儿子，可是我一直没有查出来。你之所以查不到，是因为你根本就没往李家去查。当年驾驶那辆车的人就是李贺的儿子李小天，现在李小天就在监狱。以云海大师你的手段，什么都不知，应该不能。是这样的吗？你千万别信他的话，他胡说八道。如果让我亲自查出来，你们李家所有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但是你枉我这么多年对你的信任。但是、啊、你听我解释。云海市李氏集团因涉嫌多起商业犯罪现已经被调查，主犯李家父子已被警方逮捕。哥哥，别担心。好了，别闹了，走吧，洗手吃饭了。啊？有什么起码来做？哎，李家的事情解决了，你又打算干什么？这以后的事情谁说得准呢？不过呀，我现在可以肯定的是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都会陪在你和暖暖身边的。嗯，这么久了，我一直想不清楚一个问题。你说你现在变化怎么这么大，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你干什么了？因为我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啊。你咋不说你是超人呢？我这不是怕你不信吗？那你说你预知未来我就能信啊。好了，今天咱不在亚里车，咱下馆子去。暖暖不是钻石土豆了吗？爸爸带你去吃薯条怎么样？好，走。哎呀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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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